乡练换山东问题探一探，竹边一大乡不听，听我另类说山东，农村的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，某地兵镇又何存，政策是否得人心。何村兵镇来展开，农民房子被强拆，无家可归的村民无房可住可怜人，强拆民房大退步，引发舆论的关注。何村并举来强拆，居民上楼经验外，何村并举在推进，引发各方的讨论。中央政策初衷好，集中居住占地少，村庄拆迁后复耕，国家负担也减轻，保住耕地的红线，解决百姓的吃饭。何村并举很有利，节约很多的土地，建设用地压力缓，百姓生活也好转，生活条件也改善，本该好事一大件，可惜有人瞎胡搞，不管百姓的温饱。很多村庄没资源，百姓兜里没有钱，集中居住来发展，种地路程会变远，生活方式也改变，各种农具怎么办，耕作难度不轻松，生活成本也提升。何村没有规划好，千万不要瞎胡搞，百年工程要牢记，事关百姓的利益，千万别搞一窝蜂，违背政策的初衷，乱拆滥建不可取，强奸民意不允许。安置房源没建成，先拆再建不可行，如果拖上好几年，百姓有苦也难言，生活质量也下降，不如去维持现状，还有补贴要说明，不说补贴咋会行。地民上楼田地荒，生活咋能奔小康，耕种土地不划算，更多问题来出现，为了子孙和后代，生态环境别破坏，不要标新和利益，去把穷苦百姓挤。政策力度要把握，不要轻易去犯错，大多百姓都赞成，才能落实和执行，难政多政不可取，政策执行有条理，不要被动去工作，避免徒劳和奔波。何村并举来推行，百姓支持才能成，改善农村的条件，不要好心坏事办，考虑农民的需求，不要逼百姓上楼，尊重农民的意愿，激励措施去实现。自身政绩放一边，百姓得势一简单，考虑农民的利益，百姓诉求别忘记，百姓想法要搞懂，政策及时来调整，愿意上楼就上楼，不愿上楼莫强求，那个莫强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